就是南投的指南宫，这里上出名的就是来借化财金哦。哦，我来十几冬啊。有你嘛有来借，今年不来借啦。嚯、哦，我早想要来借，听讲啊，借借出去超过3亿呢。连续两个晚上啊，有一个长胡须的阿伯拄着一个拐杖在我梦中出现。我在国外的外销生意接了5000万美元的一张订单。每礼拜三暗时10:30，宝岛神很大 ，Oh my god！